投票喽，三、二、一，讨不讨论？要讨论吗？要讨论吗？你觉得呢？投吗？投吧。不是要讨论吗？我们就自己的想法吧。但是我们还需要讨论吗？可以不用讨论。你不要不讨论，然后一直嘴巴碎碎念。讨论还是不讨论？我可以不讨论。讨论一下。好，讨论一下，给点时间。还要讨什么论？哇，你真的太爱他了，你好爱他，还讨什么论呢？真的。可以直接投票。好啊，投票呀。要不要不要商量吗？我觉得不用哎。就跟你看到 Run Two 是一样的。你喷什么东西出来？我懂了，我懂你们的意思。来来来来来。